建筑呢，也就是复建筑，是魏老师呢对于建筑设计的一种诠释方式，弱化自己，尊重环境，让环境与建筑之间呢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。我想这也是对于我们的环境一种非常温柔的态度。新一代的建筑呢，早已放下爱因斯坦的耀眼炫目，干净清丽是我唯一允许出现的项目。在这次景观设计的这个概念里，带入了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自然，第二个是城市。那自然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经济条件非常的优越，所以呢，我们用非常丰富的绿化、植栽来进行搭配。那城市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的植栽配置呢是有草花、有灌木、有水井、有乔木、逐层的向外退缩，我希望能够在城市的方面呢，营造出内与外最好。当水跟绿它的声音跟它的这个气流跟它的味道跟它的氛围，让我们有不同以往的感受。变化就很像你的小孩呢不断的长大，因为它变化的过程而留下不同的记忆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改变一个角度，一个转身，对环境做出一个谦让，给街道风景，就是给自己风景，想到自己同时也想到了别人，这是建筑应该给人的温柔品质，一种无争依让的君子品质。